我们先来安装一下这个油水分离器。我们先来安装这个空压机，这个消音器，先把这里有一个盒塞给它拔掉，拔掉后然后把这个旋上去，消音器旋上去，有一节短气管插进去，它有助于声音小消音的。然后呢，我们接上三通先接在后面这个680气管的接口，然后再插上空压机的这个80气管接口，接好，然后就插上这个空压机的电源。电源线，然后我们再来接这个除泡机的气管，接上这个3通的接口，然后再接上背后这个有水分离器的80接头接口，插紧，气管要剪平。我们再接上这个电源线，除泡机的电源线，插个插板。然后我们再来接这个贴合机的气管，贴合机气管接了3通的另一端，再接上油水分离器的进气口，申请的最低价，瓶子大瓶子这一头，瓶子代表这一头。然后气管再插入这个进气孔，再插上电源线，贴合器电源线加完以后，然后我们来接这个气管，这个16厘气管，然后家里有那个水龙头的那个生料袋，绑一点在这个接口上面绑进去，然后我们把这个卡扣接在这个气管上面，把它插进去，把它插紧，气管一定要剪平，不剪平就插不紧，然后再把这个卡扣旋紧，旋紧，然后再把真空泵这个电源线再插入贴合机的真空泵插座上面，就安装结束了。